题，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到生活不易，这些年不好不坏没有惊喜，奔波在城市里陪着我的是那年二手摩的。我想邀请你坐上我，我想奖励你来坐我的野摩托，我可以听你的故事写本小说，我的野摩托经常渴到了，你要拴好脚路别让它再乱撞了。现在走在哪里，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，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，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，